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又到了最难熬的夏天。你知道长沙夏天吗？特别晒，特别热，然后湿气还特别重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要从各个方面来好好保养啊。比如说，我觉得护肤品吧就很难选择，因为我皮肤比较干，我又希望呢擦的东西呢是比较有水分，润活细胞的同时不要太厚腻油腻，要不然我整个毛孔都觉得哇没有呼吸了，快要窒息，对吧？但是我最近选的一款面霜，我觉得特别符合我，因为它是植物干细胞的一个专业品牌，它的专利技术呢，就是它的萃取特别浓度特别高，然后可以直接作用我们的表皮，甚至到真皮里面，所以就可以对我们的皮肤的细胞进行复合，因为它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，而且它里面呢是加了那个像苹果、玫瑰、葡萄和阿甘这几种植物呢，对于我们皮肤的氧化啊，还有滋润呐，还有水分呐，都是有良好的作用的。这个 CP，我觉得。很好，而且包装也特别漂亮，特别喜欢，包括它的眼霜哈。那同时，我觉得除了这些，我们的护肤品的选择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按摩的手法，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有帮助的。比如说，我发现我的最近法令纹比较深，那我会用一个手法，我觉得这个手法呀，真的每天坚持做，它的这个改善呢是非常强大的。就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的鼻子两边的迎香穴，然后用我们的食指。点上去之后呢，然后用这个顺时针方式先揉按啊14，那这要开穴，然后呢用我们的手握空心拳，大拇指支撑在我们太阳穴啊，以这里为这个支撑点，然后从这里开始，迎香穴这儿开始，然后往两边这样拉开，往上提，这个样子来回15次，每天可以做3组。然后在这样拉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在这一圈里面其实都是布满了我们的经络，人体的经络。如果哪里疼呢，就说明你这是堵掉了哈。那你就要继续把它揉开揉开，慢慢的揉开，但是也不能够一次性的马上就想把它揉开，那会受伤的。那一定要涂上我们的这个面霜或者是橄榄油啊、精油哈，来做这个动作。然后每天3组完成了之后，敷上我们的面霜，而且最好是稍微厚一点。啊，一元硬币那么厚度，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它完全吸收，而且我们的脸呢一定会容光焕发，给你很多的惊喜，大家呢都可以试一下。